水底下咧食牧草，边啊，阁有人甲爬上，看到受够享受。无论是大人囡仔，看到这水底下，拢感觉足高醉。阿叔嘛，炸毛，阿叔起来了。边上看到就想要弯过来，甲摸一下。不过有一个游泳小姐嘛是同款，结果和水底下甲夹伤伊的正脚，而且脚把面顶也阁有两个空脆。当时也阁流真侪血，伊就伫网络讲，迄阵亲人对正面有碰到水底下头，所以来换伊被碰的时阵，竟然安尼一嘴甲夹落。其实是因为两只水豚哥的栅栏已经在有点生气对方了。那这位游客可能不知道呢，那他就是有去摸了，就是正在跟别的水豚生气的那个水豚，所以那只水豚就转过去就咬他了。这是伫屏东苏中溪一间园区，杨小姐受气病处理，后来阁发红病彭树英，相隔三个月，双方赔偿金是讲袂好势，杨小姐才伫代志公布伫网络。是他是要求到90,000多块，保险公司目前是就一些单据的部分，他是理赔到40,000多，这个一定要到当方来协商，才能有办法去处理，而不是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写写文章，啊，让我们很害怕，我们就必须来处理。水底下是食草的动物，是世界上上大的喙齿类动物，是原产地南美洲。伊门齿会直直愈生愈长，不过性情真温和，会当甲摸。佮加上这表情安尼戆戆，在动物园是真受欢迎。也唔过即马，人家知影讲伊嘛讲家。毕竟动物是有野性的，不高兴的时候，当然也是会伤到游客的。其实他们平常是很温驯的。只是当你在跟他做互动的时候，比方说你要喂食牧草，不要直接把手就是伸到他嘴巴附近，他可能误把你的手指当成是食物。动物就是动物，嘛有伊的性格。民众若想要甲摸，除了事前都爱了解，阁爱随时注意观察状况。民视新闻屏东报道。更多精彩的新闻，请下载 App 来看民视新闻网。